身，目光比阳光照得更深，一边走一边看等待的人最笨。没有特异功能却会冲锋陷阵，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Lay your, lay your love on me, lay your love, 有你的爱我勇敢去追。Lay your, lay your love on me, lay your love, 有你的爱我随时上点点。一个追一个充满可能，地球像地球让人竞争，一边走一边看参加的人最真。就算碰到钢门就当我是铁人，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your love. Lay your, lay your love on me, lay your love, 有你的爱我勇敢去追。Lay your, lay your love on me, lay your love, 有你的爱我随时上点点。谢谢。我们请黎明留步。请问为什么请黎明来？我想我能答对一点，至少这个，因为刚才那个歌《冲锋陷阵》啊，是我们这一届世界杯在中国地区的推广歌曲。这个歌呢，我们新球迷都学过了，为了迎接世界杯，我们为了让我们自己显得专业一点，我想肯定有这个因素。这是你的最后答案吗？差不多了。还改吗？不改，不改。不改了。再补充一点。嗯。再补充一点，因为黎明不仅是为我们唱了这个世界杯中国地区的推广歌曲，同时还有一点，他是一位优秀的自行车运动员。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嘞。黎明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人家黎明都不知道。自行车，请看大屏幕。啊。我来配一下音，李小军。对，我爸教我，那是我爸载着我上学，去托儿所。这是黎明和张曼玉在纽约街头上演的一个这个马拉松和自行车的赛跑。对，还算不错，还算不错，还算不错。什么时候学会的骑自行车？我从小时候，那时候坐。就是自行车放在低头上面坐上面，爸送你用，不能载两个人的，那用一个雨衣挡着你就去托儿所上学。那大了之后在学校就放学就去租那些单车，这自行车去开始就慢慢学会了。慢慢学会了。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足球呢？足球吧，其实我小时候我也踢了，当然一定跟我们的中国队国家队没得比。我觉得这次是很开心，很荣幸，也是一份许愿，可以看到这次中国队去韩国跟巴西队一起比赛。当那天的时候，我相信我也会在场为我们中国队打气的，希望大家朋友也一样。谢谢你们。哎，李明，你要去看这个中国队的比赛啊？你打算去看哪一场？对巴西一场。对巴西的。6月8号，中国队对巴西，将在现场。对。你会为他们唱这首《冲锋陷阵》吗？我会一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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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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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到时候所有在现场的观众和黎明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好，黎明接下来要为我们颁发的奖项呢是男足的最佳前锋奖，请出你的另外一位颁奖的搭档，是中国足协的副主席王俊生先生，有请。2001年圣象杯，杨晨、曲波。的运动员有请。谢谢，谢谢两位颁奖嘉宾，谢谢。请运动员留步。我们听到海东在场上，在这个颁奖台上